重组活了800多岁，创立了一套气功导引术，是养生气功的最早雏形。提到气功，人体的气到底有多重要？然后气到底是什么？人如果没有这个气，他是活的人和死的人就差那一口气而已。那气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呢？气呢，它的功能就是在生化人的血液和身体相关的东西。让我们一起看中医，守护您的健康。